哦，翼龙这个出场曲是少林寺啊，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啊。自由搏击规则，踢拳的比赛都不让选手穿长裤了，因为今天是特殊规则啊。翼龙还是穿了他的武僧黄色长裤。陈武康宇呢，是2012到2014年这三年 crash 连续三届冠军，倒了。陈武康宇还拿过2008年 K1 Max 日本锦标赛的冠军啊。陈武康宇入行已经是20多年了，2003年打比赛了。翼龙是2009年入行打职业赛的。陈武康宇的双腿站架距离很开呀、啊，哦，到角落了，看翼龙怎么打了。陈武康宇56胜25负27KO 啊。哎呀，带摔！哎呀，站稳了。陈武康宇也是参演过电影的，演过电影《阿基拉二》，也演过电影《热血街区二》。当然，翼龙呢也演过电影，演过《美国队长二》《冬兵战士》中一个冬兵的后脑勺。哦，有低扫低腿。哎，这滑倒他为什么转头去看一下，好容易被对手跳膝啊。啊，镰刀脚磕对方的大腿后侧肌肉缝隙。我陈武康宇再回头看，这个风险好高啊。你一不小心万一对手一个飞膝就有可能。啊，高扫低头，翼龙转身拳。哎，慌了，高扫啊。翼龙既被鲨鱼狼高扫 KO 和西提塞高扫 KO， 再被陈武康宇高扫 KO， 我的天哪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几年先被西提塞高扫 KO， 再被鲨鱼，刚才的鲨鱼狼高扫 KO， 再被陈武康宇高扫 KO， 我的妈耶！啊，首局 KO。我刚才晃一下以为翼龙演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他在挑衅，就跟当年魏德曼打蜘蛛，蜘蛛晃了一下一样，我们以为蜘蛛在演，结果是蜘蛛来真的啊。那比赛的鲨鱼狼高扫 K， 哎哎哎，我以为他演的，结果他来真的。我KO